迎大家收看 Why Pro Next 这个节目，我是 Agnes。 用少少钱买工厂是每一个 agent 都会说的事，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？让我们 Why Pro Next 今天给你答案。老板早，要跟你介绍，现在我们少少钱就可以买工厂了。哎，少少钱可以买，那这样可能不用了，不用了。Hello， 哎，老板，工厂哦，我刚刚找到买家卖了咯。哇，这个买家不错的咧，他讲哦，你的合约哦到期了，你才搬呢，是不是很不错？啊，你买家卖了啊？为什么通知我？哎，老板，我已经跟你讲了很多次了吗？叫你买，是吗？你又跟我讲资金周转不灵了，我现在不找别人给我买咯。Hello， 邵文英小姐是吗？你可以跟我介绍一下工厂吗？ Desert ADX 是 Desert Chimelang 一带少有的 Gated Garden 工业区。不管你是住在 Desert Chimelang、Desert Jaya、Johor Jaya、Taman Gaya 还是 Pelangi Indah， 只要是 Ulu Dilam 一带的生意人，在这里设厂都很方便。一层半的排厂，总面积接近5000平方尺，办公室大小刚刚好，主要建筑面积还是生产区域，厂深40×100。厂高9米，电力供应 three phase 150个 ampere， 完全就是很实际、很好用的工厂。三文一，这怎么看都不像40尺啊？这里是 phase one 的30×100 international lot 已经卖完了。Untuk bumi lot masih ada lagi kalau berminat bumi kami。现在要和你介绍的是 phase two 的40×100，发展商已经开始动工，估计在2022年就会完工。到时你的合约满期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搬过来了。真的，在不远处未来还有发展商建的员工宿舍，你完全不用让你的员工住工厂、住电务、住连家务，还要给邻居投诉。购买 Desert ADX 的价钱跟你买旧的工厂是一样价钱哦。你还租金帮人家工厂这么久，时间一到人家也是叫你走。是时候考虑拥有自己的工厂了。想投资的朋友们， Desert Chimelang 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工业区，排厂在这里都是供不应求的，很多商家没有买到的时候都需要出租来做生意。你想要自己当厂主吗？哎，安哥，安哥，三文英签单了，我要做厂长了。好好好好，看完以上的短剧，老板们，你们是不是还在租着工厂呢？如果心动的话，就赶紧联系我们吧，让你少少钱也能自己当厂主。